腹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圈分为上下两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长针、长长针、长长针加针以及引拔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先起针，在正式编织之前先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用棉线作为演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从食指和中指之间穿过，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线。这时钩针上有一个线圈，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钩针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从线圈里勾出，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面。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拉紧线头。接着开始勾锁针，绕线，将线从线圈里勾出，一针锁针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绕线，将线勾出，这个是第二针。这里我用小样作为演示，起60针，具体的起针数请参考图纸。继续往下起针，3 4 5 6，5 9 60。注意起针必须是12的倍数，在最后一针上扣胶扣标记。如果没有胶扣，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大家实际钩织作品时，无论起多少针，都要在最后一针上做好标记。起完需要的针数后，在第一个辫子上勾一个引拔针，先将辫子的反面对着自己，对折，找到第一个辫子。一个辫子是这样的 V 字形状，挑 V 的半边，上方一根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辫子就是引拔针。注意一定要将这针拉紧，不然后面会多钩。勾完引拔针后，会发现辫子纹理朝外，大家实际钩织时一定要注意辫子整体纹理不要扭曲。大家看，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下面开始勾第一部分第一圈的第一层，立四针锁针做起立针，1 2 3 4，把这四针看作一针长长针，在第四针上做好标记。这四针对应下方这个辫子，在里面勾一个长长针。长长针的勾法是绕线两圈，1 2，将钩针穿入对应辫子，将线勾出。钩针上一共有4个线圈，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还剩三个线圈，继续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钩针上还剩两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长长针就勾好了。可以看到我们在起针的第一个辫子中勾了两个长长针，这个就是长长针加针。注意，因为这一针是这一圈的第一针，勾法比较特殊，勾了一个起立针和一个长长针，后面都是勾两个长长针。接着勾四个锁针过渡，完成后跳过下方五个辫子不勾，在第六个辫子中勾长长针加针，一、二、三、四、五、六，也就是这一针，在里面勾两个长长针，绕线两圈，穿入对应辫子，挑上方一根线，将线勾出，依次绕线穿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重复三次，一、二、三，一个长长针就勾好了，继续在同一个位置勾一个长长针。这样第二个长长针加针就勾好了，接下来勾第三个长长针加针，先勾四个锁针过渡，跳过下方五个辫子不勾，从第六个辫子勾长长针加针，都是挑辫子上方一根线钩织，后面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现在第三个长长针加针勾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每两个长长针加针之间勾四个锁针过渡，两个长长针加针下方间隔五个辫子。这时可以把下方的这个系腰扣取下，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也就是系腰扣的位置。穿入这样两根线勾引拔针，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一圈第一层完成后的样子。可以看一下织物正面的纹理比较整齐，反面的纹理比较模糊。我们在正面第二个加针上扣一个系腰扣，
后面钩织时有记号扣的这一面始终对着自己。接着钩第一圈的第二层，这一层是在第一层上钩织的。先在旁边长长针针目中钩一个引拔针。针目表示的是对应长长针右上方的辫子，也就是这样两根线。每一针都有对应的针目。注意，因为起立针是挑了两根线钩引拔针，旁边这个针目 V 字形状不是很明显，大家实际钩织时不要漏掉这一针。除了最后结束的引拔针需要拉紧，其余的引拔针正常钩织即可。完成后，在左侧的锁针洞眼里再钩一个引拔针，也就是这里。这样线头就过渡到了这个长长针的位置。立四针锁针，做起立针。在第四针上做好标记。这四针对应下方左侧这个长长针。接下来在这个长长针上钩六个长长针。一、二、三、四、五、六。可以看一下，加上起立针，这个长长针上一共勾了七个长长针。接着勾两个锁针过渡，旋转一下织片，在这个加针的另一侧长长针上再勾七个长长针，也就是这里。
垃圾。将标记正面的记号扣移到这一层。这样第二层就勾好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接着勾第二圈的第一层，这一圈的勾织方法和第一圈第一层类似。先将钩针穿入后面这个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在里面勾一个引拔针，将线头过渡过去。接着勾一个长长针加针，立四针锁针做起立针。在第四针上做好标记。后面每一圈钩织时都需要在起立针位置做好标记，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在同一个位置勾一个长长针，第一个加针就勾好了，接着勾四个锁针过渡。在下一个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勾长长针加针，也就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加针勾完后，继续勾四个锁针过渡。在相邻的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勾长长针加针。这样第三个加针就勾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每两个加针之间还是勾四个锁针过渡。入针位置都是在上一圈第一层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
人。第五圈第二层还是钩织花样二，第六圈第二层钩织花样三，是由六个长针、两个锁针和六个长针组成。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把它们勾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这个就是第一部分的编织方法。下面学习第二部分的编织方法，来看图解，顺着第一部分继续往上编织，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和长针减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沿着之前暂停编织的线头继续编织。现在后方对应的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勾一个引拔针，将线头过渡过去。完成后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在第三针上做好标记。在相邻的锁针洞眼中勾两个长针，完成后勾一个长针减针，先勾两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未完成针的勾法是绕线一圈，穿入相邻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将线勾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还剩两个线圈，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继续在相邻的锁针洞眼勾第二个未完成针，绕线穿入勾出，绕线穿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第二个未完成针就勾好了。钩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长针减针就勾好了。接着在同一个洞眼中勾一个长针，完成后在相邻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勾一个长针。左侧的洞眼里勾两个长针，接着勾第二个长针减针，先在钩织花样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和左侧锁针洞眼里各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一、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第二个长针减针就勾好了。在同一个锁针洞眼里勾一个长针，继续在相邻的长长针加针中间位置勾一个长针。左侧的锁针洞眼勾两个长针，完成后勾第三个长针减针，这个减针勾在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和左侧的锁针洞眼中。这样第三个长针减针就勾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都是在钩织花样的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和左侧的锁针洞眼中勾长针减针。每两个长针减针之间间隔四个长针，
勾完长针减震的洞眼，还要再勾一个长针。右侧的锁针洞眼勾两个长针。为钩织花样的长长针加针的中间位置勾一个长针。